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睡不睡？你不睡我睡了。于明怎么会在这儿？还跟我穿情侣睡衣？ 你是不是想跟我陌生人那一套？余文，冷静，你不要这样。各位听众，晚上好，这里是红娃语电台。荣格说，潜意识指引着你的人生。 而你称其为命运，而命运的诡谲在于，那些改变命运的决定和瞬间，在日记上其实相当的沉闷平凡。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，眼见风云牵强，还以为那不过是生命里最平凡的一天。你那边恢复了？嗯，恢复了。那就好。 要是因为我导致拆班的话，那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小时候的自己还挺好玩的。好不容易能联系到未来的自己，你就不想问问自己未来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，嫁得好不好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就只问拆不拆班？啊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觉得。 我现在就过得挺幸福的呀，拆班就是我现在最大的烦恼了。那我再问一个，我在未来成为演员了吗？嗯，成了吧。这么棒，我就知道我能行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就成为演员了。而且我还梦到了你说的同学聚会。 我还参加了电影发布会呢。你都这么成功了，你还联系我干嘛？其实，我想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到我。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，不是凶手，是置我于死地的凶手。你又发什么神经？ 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睡不睡？你不睡我睡了。于明怎么会在这儿？还跟我穿情侣睡衣？你是不是想跟我陌生人那一套？ 我和于明是男女朋友，搞什么啊？你做什么了？怎么把我跟于明搞了一下？于明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完了，不会是那次广播室？ 成功了，耶！新的记忆，所以这是07年新发生的事儿。真是搞不懂，就这点联系就改变我万年单身的现状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在我彻底调查清楚 MP3 的运行机制之前，你不要再胡来了，听到没有？那你先告诉我
这次的高雅艺术进校园公益片，我试上了吗？公益片，我忘了。你再想想嘛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找找视频，应该还在 QQ 空间里。女二好，这么厉害，那我可不用准备了。宋大川，不行，这次一定要尽你所能拿到女主角。为什么呀？有个角色演不就挺好？剧本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角服务，包括导演和所有配角。那我该怎么做呀？你不是没当上女主角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你要出其不意，要夸张，要懂得看似把东西往外推，但是都去把心念放在自己身上。夸张，往外推，放到自己身上，外推，自己身上。一开始没有想过我要当女主角，有一个机会呢，就是我一个朋友让我跟他一起去试镜啊。结果因为可能我那天呢就比较放松啊，比较自然，结果那个导演真的就选上了我。果然，金子一定会发光，真正出色的人是不会被埋没。哪里哪里，其实我走上演员这一条路呢，是无意当中的。需要觉得我有更多的努力吧，以后。哎，你真的不去试镜了？你要是去的话，主角肯定是你的呀。哎呀，你不懂，真正的主角是不能主动去试镜的。那不去试镜怎么当主角啊？还等着被人发现呀？你没听说吗？什么梁朝伟啊，刘德华呀、啊，不是陪朋友去试镜，一不小心就被星探给发现了，这才是主角该拿的剧本呀。有道理啊。嗯，你可以假装不报名，到时候找借口陪别人去，然后再被导演一眼看中。嗯，可是导演看不到他。不可能，真正有眼光的导演怎么会看不见在人群中潜在的明星呢？再说了，再不济我也是女二号。是一个二爷，这是我，是一个知道内幕的人告诉我的，保证有效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必须要找一个足够吸引眼球的搭档陪我一起去。导演看见他，就能多看几眼跟他一起来的我。哎，你们说谁最有可能演男主角啊？男主角得帅吧？嗯。咱们学校第一帅，那肯定是我男神张鹏飞啦。不过他不是咱们班的，那就是金宇浩呀。你看他现在的脸，简直就是偶像剧男主啊。旁边要是再配上，他旁边不能有帅哥，只能有我这个美女。老板买单。可是金宇浩现在他太帅了，你站在他身边的话，导演会看不到你的。那不可能，美还是我最美。老板，这小卖部的大爷又出去玩了，让金宇浩在这收拾烂摊子呢。嘿，金宇浩睡着了，可不好叫醒啊。买单。他这个样子去试镜真的可以吗？不行，我得找个 B plan， 要找一个帅的，但是又没这么帅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找一个帅得恰如其分的帅哥。
行，忙忙忙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没看见，海拔差距有点大。哎呀，有些人的营养大概都是用来长身体了，难怪不长脑。给你补补脑子吧。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啊。给脸不要脸。你的贿赂我收下了，说吧，找本奈尔什么事儿？那个艺术节的影视拍摄，你打算报名吗？我报那个干嘛呀？我们篮球队马上选拔了，我要训练，对那个没兴趣。不是要让你去演，就是让你和我去趟试镜就行，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。灭绝师太让你来做动员工作呀？你应该去找马兴业、冷阳香当他们，我没兴趣，他们可积极了。你本来就是 B plan， 必须要去。别人不行，我就要你。算了，本来也没想叫你的。反正我觉得，我们都觉得，金宇浩现在比你可帅多了，他肯定能当上男主角。我找他去了。哎，那试镜几点在哪儿啊？你自己想吧。你干嘛呢？是不是又乱放电脑了？我没事，放你电脑干嘛？那戏怎么样啊？要不？咱就别干了吧。嗯，睡觉吧。宋导的试镜我还剩一点材料没发完，你出去睡吧。余明，难道是他？近日，新生代女星 Casey 和演员赵曼儿共同出现在了著名导演宋大川即将开机的新片《青衣旦》的试镜现场，看来两人是来竞争女一号的角色。那么最后到底谁能胜出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宋大川的新片值得期待呀！就是这个赵曼儿是谁呀？是那个30岁的过气女明星赵曼儿吗？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听说过她，好久没演戏了吧，年龄也大了，女主肯定选 Casey 呀。赵曼儿这几年也没演过什么作品吧，怎么就挑了她呢？这次机会很难得，事情可一定要认真点。知道了。麻烦让一让，我家依然要化妆了。先来后到，不懂吗？倚老卖老。
前辈，这是主演化妆间。我也是主演，可您是 B 角啊。什么意思？啊，您不知道吗？我是 A 角，刚刚导演组刚通知的。没关系，您闹话，我可以等。毕竟啊，您是前辈，这点事儿我还是可以让着您的。你今年多大来着？22。真年轻啊，我都快30了。这部戏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所以呢？所以今晚我必须要上。你还年轻，多的是演主角的机会。这话你不该跟我说，你应该问问导演和观众啊。咔咔咔咔咔咔咔！赵老师，你怎么不按照剧本来演啊？你刚才应该跪下，然后说“算你求我了”，我才能接下一句话呀。我不说出这句台词，你就没法往下演吗？可是我们演员应该尊重编剧老师。那个谁啊？这几个词儿很难吗？啊？为什么不按照剧本上来说？因为如果是我。我绝对不会哭，更不会跪下来求他。你怎么知道角色不会这么做呢？因为我跟他一样，这也是我孤注一掷努力了很久的机会。如果我会卖惨，哭着求上位，也不会入行10年了，还在这里像白菜一样被人挑选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私自改剧本就是你的不对。你有尊重过对手吗？啊，有尊重过这次的试镜吗？有尊重过导演？还有我。下去。可是导演，我没有错呀。我说的不是你啊，你也下去吧，啊，下去吧。你不是说这老人是最适合的吗？这演的什么呀？哎，导演，你消消气儿啊。是这样，导演啊，本来呢，我是没让赵门儿过来的，是他不停的给我打电话，是左一个右一个，这给我打的。倒是这个 Kathy 还不错。年轻又漂亮还很听话。这赵曼儿演过什么？怎么看得有点眼熟？赵曼儿？没有，他刚出道那会儿吧，小火了一阵儿，不过3年都没有戏拍了，而且啊，30了。接下来的行程呢？试镜这边就算完了，还有就是导演那边约你晚上9点。在哪儿？绿地大酒店。绿地？为什么去酒店？安全吗？你也不要想太多，赵曼儿她都30岁的老女人了，肯定抢不过你。谁不知道少女感这种东西啊，是演不出来的。我听说啊，这个戏的导演最讨厌整容脸了，表情都做不出来，还怎么表演？你看，在门外候场的那几十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你觉得10年以后，她们有几个能留下来？青春就是这样，就算没有才能，站在那里，也会有人说潜力无限。可是最后能留下来的，不过一两个。希望等你30岁的时候，还能像我这个老女人一样，站在这里教训后辈。还能付得起你这伶牙俐齿的助理工资。你听见了吧，前辈说的对，能站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所以合同还没落定，谁都有机会。你说是吧？各凭本事吧。副将，你去找了，应该快了。快了。来不及了吧？逼不来就逼不来吧，加油。
表。老师，我不是来报名的，我是陪于明同学来试镜的。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让我让你好好努力争取男主角啊？老师，我是赵曼儿，我是跟着于明同学来学习表演的。于明是吧？啊，去后台准备吧，围观的同学去观众席等着。我搞什么鬼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。老师说了，只有试镜的人才来后台，围观的人都要在外面坐着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试镜啊？我不试镜，我是陪你来试镜的，当然要一起准备了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是我的小跟班对吧？想得美，我是你经纪人。哦，不对，监护人，还不赶紧叫爸爸？叫什么？爸爸呀。哎，乖女儿，真乖。滚！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高二文科实验班的于明。对。到你上台了。啊，好。你还真要跟我上去啊，小跟班？闭嘴，是监护人。走走。这个报名表上只有一个男生，这女同学你是？导演老师好，我是赵曼儿。于明同学他不敢自己一个人上台，非要拉着我跟他一块儿给他壮胆。而且我看台本上写的是一男一女，我可以给他搭戏啊。给大家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小伙子，你这套路挺新鲜啊，你这么害羞还来试镜？好在我们这就是一个青涩的男生角色，这个女同学你到台下给他壮胆吧。导演，我不会演戏，我需要他给我搭戏。哎，这个同学，睡觉这个男同学，你上去帮他搭一下词儿。导演，不是男女主演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公益片啊，只要能把你们学生的这个精神面貌表现出来就行。我看他俩一动一静刚好互补，合适，合适。这位女同学，你先下来吧。哎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当某天，我们再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性格，却都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而收获陪伴、启迪、感恩、成长。这俩人还挺有意思啊。在这里，每一个教室都有教师们的坚守，人生道路上每一处的桃李芬芳都离不开园丁的呵护。好，停，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选上了吗？啊！导演从头到尾都没睁眼看过我。他选了于明。那女主角呢？金宇浩。啊！电视上说的没错，陪别人去是能被选上，只不过被选上的是金宇浩。都被骗过那么多次了，我居然还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这是谁？谁是骗子呀？
一个多管闲事的老女人。啊，你妈呀，她不是不怎么管你吗？哎呦，不是我妈，她可比我妈烦多了。我怎么就信了她的邪呢？还跟我说要什么看似把东西往外推，但实则把细节放在自己身上。呸，连人话都不会说。这不会是受打击太大脑子坏了吧？曼儿，从现在开始我跟你绝交一小时。我有一个好消息，等我告诉你我们再绝交。导演他注意到你了，说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，让你回去再试一轮面试。真的？导演真的让我回去？真的，他拉着我问了半天关于你的事，说你那个甩头特别有特点。面试一个小时后在第二活动室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没哭，我磨练演技，酝酿感情呢。你老子多年对表演的研究，这次我必同学们特有研究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听我说一下。我们还有几个角色呢是没有台词的，只是表达一段情绪，没台词，但是也非常考验大家的演技。现在就希望大家表演一段笑容，能表现出你们学习生活的美好跟快乐内容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来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来喽！哈哈哈哈哈！快！这是成吉哥！哈哈哈哈！吉哥！真的太粉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有！那小胖子在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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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演，我演的还可以吗？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我笑得可用力了，脸都疼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你只是在努力的笑，你并没有传达出笑背后的情绪。你试镜的时候对你印象特别深，你那时候笑得特别好，特别真诚，特别自然，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似的，完全能感染到我。你刚才感染不到我。那我再试试。加油，找回试戏时候的状态。嗯。我们准备再来一条吧。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，我们再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哎呀！看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大家表现都非常好，我们拍到很多优秀的镜头。那个，明天我们从第二场开始，大家回去准备吧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导演。导演，再来一场吧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光也不行，我们再拍跟之前也接不上，收工了。那可以明天再来一条吗？不是还没拍到满意的表演吗？明天有明天的安排啊。你再说这小片里也没必要追求这个表演的完美。导演，你不是说让我们把这次拍摄当成真正的电影来对待吗？那真正的电影不就是应该把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吗？还是说你只是敷衍我们？导演，我明天戏比较少，我尽量演快一点，到时候应该有时间可以补拍这一场。导演，我也可以配合的。那这样，明天5点之前，要是能拍完那两场，咱就补拍这一场。没问题。
喂，今天导演说我演得不够有感染力，怎么演才能有感染力啊？算了，每次给建云都搞得更糟，我还是靠自己吧。快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卡，赵同学，我们赶了一天的进度，就为了补拍这一场，你别让大家努力白费啊！我知道了，导演，再来最后一条吧。最后一条，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你用什么用？这么简单戏都演不明白，连笑都不会。你也不行。哼。哎。你什么成为演员呢？赵曼，你所谓的梦想真可笑。你啥都不太不明白。你演的太差了，你八十年都出不来。推给赵同学一个特写，慢慢推，慢慢推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们再来一条吧。不用，刚才那条非常好。啊？可是剧本里写的是笑啊，我连个笑都没有演好。没关系，你的经历是演不出来的，表演不是伪装，真诚最重要。谢谢导演。你是不是特别想当演员？嗯，我知道我还不成熟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你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对表演的执着和热情。我入行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就对小角色都这么投入的演员，坚持下去，未来有机会合作。嗯，一定。对了，导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宋大川。导演，你那段哭戏演得也太好了，跟真的一样，给我们都吓傻了。演技，这就叫演技，知道吗？好，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哭戏奖非你莫属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可以啊，赵曼儿，今年奥斯卡最佳哭戏非你莫属啊！滚！爷男的管你什么态度啊？道歉。道。你不用道歉。不，你说我凭什么？你说我凭什么？道歉。道歉。于明为什么会有那段录音？我现在应该是他女朋友。那他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们拍完片子了，没想到表演这么有趣，就连一个没台词的小角色都可以出彩。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我会成为一名演员了。过去的时间线变那么快的吗？没台词的小角色，我怎么越搞越差？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性格，却都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而收获陪伴。
奇怪，太奇怪了。啥？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帅啊？郑优美，你疑惑的不在点儿上啊。马星野，给我出去站着！老师，不怨我，手机让你没收了。给我关上！好了，下节体育课，体育老师生病了，你们自己自习吧。想让体育课的自己给我出去跑十圈，顺便看看那个操场。高考差一分就差出一操场上的人来，你们看看自己桌子上的目标院校，好好想想，成绩出来是我的还是你们的？高考的成绩直接决定了你们的未来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赶紧查漏补缺，别等到时候来不及了再后悔。还十几年老教师呢，说话一点水平都没有，干嘛？哥们儿，愿闻其详，讲讲呗。高考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数学一共才246个，考的130多个能考必考题型，每个题型大概有2到3个辨认，算下来也不过380多道考题。学校为了应对高考，每次模拟考试都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出考题。当所有考生都掌握了这些考点之后，成绩不过就是按照资质正态分布罢了。好像谁不知道是哗众取宠。要是以后真跟这种人在一起，那一辈子不就毁了？张曼儿，你最近不太正常，你怎么总是窃窃自语？等等，你没事儿？我们去小卖部买零食吧。行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忘了说个事儿，咱们牢记课就定在下星期了。一会儿把牢记意向表下发给大家。这次牢记课呢，有十字绣、摄影与暗示、模拟驾驶机器人陶艺纸模等等，每班每科最多报5人。大家填好后，明天放学前交给赵曼儿和叶子。牢记课你报什么呀？跟我们一起报陶艺好不好？报机器人吧，听说可好玩了。抱歉，我还没想好。等等我们，你别跑呀！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呀。帅哥呀，就是不一样。以前估计他们连咱班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。以前也没见你上课照小镜子偷看人家呀。走，上课，走走。哇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每次下课就10分钟，我陪你一来一回就没了。说你呢，走快点。哎，宝贝们，想好牢记课报什么没？你想好了？咱们报十字绣吧。十字绣啊！你，我怎么了？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妈织毛衣特别有意思，但总觉得它是立体的，有点难。那十字绣吧，它也是用那个针线穿来穿去，但它是平面的，感觉能简单点，所以想试试啊，试试。Yes， 宝贝妮儿，好，行吧。哎，好嘞，走。十字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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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绣。哎，金宇浩，哦不，宇浩欧巴。这是特意给你买的，你拿着吧。可乐没营养，喝奶茶吧，热的。奶茶有什么好的？都是糖精色素。谢谢。
以后不用再破费了，谢谢你们。好的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要给我呀？怎么样，万人迷不好当吧？但如果你给我点好处，我就可以给你传授点经验。经验一，要学会拒绝别人。但既然都收了，那就给我一瓶吧。小颖，你楼机课报的是机器人还是模拟驾驶？我报的是十字绣啊。你报的十字绣？啊，曼儿逼你的吧？没有，因为我想学，我就逼他俩报，陪我学呗。谢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那个你们劳技课都报了什么呀？怎么一个两个都跑来问我？自己去问赵曼儿去。赵曼儿，你终于下来了，快看谁来了。俊浩。妈，你怎么样？好像又瘦了。还好了，为了下部戏要再瘦五斤。我看到新闻了，你要出演宋大川的新片了。候选而已了。不会吧，我记得他在我们学校拍短片的时候特别看好你。你竟然还记得那个就是宋大川啊。对了，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我喝多了，还说起了导演，那时候你在吗？我回韩国以后就没有再参加过你们的聚会，而且我也没见你喝多过。我也知道不会是你。你干啥去？难道真的会是他吗？和金宇浩秀恩旧了？你怎么这么早回房间啊？老板临时让我发个工作邮件回来加个班。那你辛苦了，你在忙什么工作呢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工作了？我一直都很关心啊，女朋友嘛，关心你是应该的。你喝酒了？没有啊，我早戒了。那怎么感觉你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有吧，你是错觉。你还没告诉我你忙什么工作呢？你自己过来看呀。啊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，又不是什么机密文件，想看带风随便挑。好了，我也看不懂，你忙吧。还说你不是像变了个人。以前我和老板的聊天记录你都要翻个底朝天。说吧，你把我女朋友藏哪儿去了？那现在学会尊重你不好吗？好好好，现在的曼儿啊是最好的，以前的赵曼要来换我也不换。那个之前的事情是我处理的不好，所以，你们看新闻了吗？没啊。怎么了？那你现在快看一下。当红音乐人 Kaitai 于今日上午在公寓自杀未遂，现已在市医院抢救。据传言 ，Kaitai 自杀是因为前日爆出的负面。前几天还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自杀了？不，
不可能。还有微博。是。行了，你们都别看了，走。怎么回事 ？Cathy 为什么想不开要自杀？会吧？真的假的？我不相信，真的是真的。不可能，不是我 ，Cathy 自杀绝对不是因为和宋大川夜会的曝光，对，不可能 ，Cathy 不会因为这么点事自杀的，不是因为我，绝对不是。别去管什么宋达川了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当演员，千万不要当演员。今天可是个大日子。什么日子呀？今晚恶作剧之吻两集连播，我可以看80分钟的汪东城了。前两天你们还在追吴尊嘛？都追啊，又不耽误，反正都是一个组合的嘛。喂，你面前有一个这么闪闪发光的大明星，你还跑去追电视上那些啊？嗯，是是是，在我们曼儿面前啊，那些都是十八线。哎，我干嘛呀？我锻炼臂力。你没事吧你？没事啊，很轻啊，走啊。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主要是我吧，长得太帅。用你这紫色书包挡挡桃花运，太自恋了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。走，我们买香菇肥牛去吧。好。哎呀，你真的不看一下《恶作剧之吻》的吗？可好看了，而且你可以练习一下演技啊。喂，弄什么神呢？书包给我。你干嘛？我。这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我说了我背的，我要拿钱包。哦，那给你。十字绣，十字绣就十字绣的。那你答应我了，今天晚上就得看。我知道了，但我觉得炎亚纶更帅一点。亚纶也很帅啊。嗯。我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他说的车在哪儿呢？于明，你混蛋！赔我书包！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不要再想着做演员了。你怎么管这么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事情消息。
打算去试试。试镜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我高二的时候才没有出去试过镜。那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在我们学校门口又看到了一则新的试镜消息，我准备去试试看。说不定你要感谢我，那你提前当上女主角呢？你疯了吧？门口的小广告全都是骗子。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？你不懂，娱乐圈的水深得很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根本就应付不过来，连我都应付不过来。做演员这个剧本不是什么好结局。就你懂得多，少瞒我。什么好结局？我就是美丽的账户。Kathy 的事你知道吗？你还知道 Kathy 的事？现在公司正在紧急处理这件事，我还忙着怎么办呢。哎，你不是我的经纪人吗？怎么也要管 Kathy 的事？大姐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公司让我跟谁我就得跟谁。那我的事呢？那你自己去跟公司说呀，找我不好使。可是我鸿飞暴露摄影员是。拜托拜托，快跑走！摄影与暗示，不可能，十字绣。我看，不打去不去不去。老师不会把我们仨分开吧？不会这么倒霉吧？问那个傅耀颖，他们说毛巾。哎呦，我去！走开！看你表，乱了，乱了，说不开乱了。这么说，咱们仨表都挺好的，所以我们又能在一起了。嗯。来踢足球。他，哎呀，大哥，不去忙。孙子，信我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报十字绣？喂，你会不会用测试怎么弄？
是我的幸运星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情报不准？我的男神怎么就这么巧就来了狮子秀班呢？你说他该不是为我来的吧？七，他该不是把我的名字刻在了头发上？男孩子还是学学摄影吧。马星也报狮子秀，他是可以细腻一点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真没想到你赵曼儿会选狮子秀。想不到的是你吧，马星爷，你一大老爷们选狮子秀还好意思说我。我怎么了？虽然我胖，但是啊我细腻。对，不过学摄影也挺好的，于明他们现在在外面撒欢拍照。哎呀，怪不得教室这么清静，看来选狮子秀还是挺明智的。你俩什么时候什么愿啊？多少女生想跟他一个班？那希望他们赶紧把他带走，不眼不见心不烦。你不懂这个啊，在剧本上叫欢喜冤家，老套路。快闭嘴吧。哎，对了，马歇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把手机借我一下。我手机让师太没收了，你忘了？你要手机干嘛？我想去试试。你要逃课啊？你还敢再大声点吗？我也想去。你好好待着，我仔细想过了，咱们这劳技课起码要上一周吧，而且师太这一周也管不着咱们，这儿的老师也不认识我，我就出去两天应该发现不了。你要是去了谁帮我喊道啊？又要帮你喊道啊？我现在就去找张雪飞，把你的臭毛病全告诉他，偷吃东西了，照小镜子了，两天换了仨男生。一日为姐妹，终身是姐妹嘛。哎，你呀，去奔向你的梦想吧，这儿呢就交给我了。 OK。 你要去干嘛？我要去学狮子秀。我本来也想报狮子秀的。其实我也挺喜欢摄影的，你选得好。那你怎么还报了狮子秀？想挑战自己吗？帮我个忙吧，做我的模特好不好？我去拍几张。好，好吧，就几张啊。一、二、三，笑一笑。一、二、三。老杨，老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中邪了？
转学生，老师让我教你中文。我教你中文 OK？ 不需要，反正也学不会。跟我读。清晨的阳光照进房。季宇浩，你好了没有？我要坚持不住了。我肚子疼，我想去厕所，你忙吧。你手心怎么还出汗了？你是不是肚子疼得厉害啊？你先去吧。我肚子好像不疼了，我们再拍一张吧。好。2米高，这摔下去，要不还是算了。翻过这座墙，就是通往戛纳的红毯。是要去试镜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向我解释。大恩大德，回来再报。